婚姻馆政府为了纪念婚姻永远的查某囝邓丽君，将伫咧九月初九伫咧婚姻馆体育馆内举办邓丽君再现婚礼浮空投影音乐会。因为九月音乐会受到民众热烈的响应，为此婚姻馆政府宣布伫咧九月初十暗时七点，搁再来加开一场，欢迎大家伫咧中秋连假时阵来享受音乐。歌手用好听的歌声带来邓丽君的经典歌曲。婚姻馆政府为了纪念婚姻永远的查某囝邓丽君，将要伫咧九月初九伫咧婚姻体育馆举办邓丽君再现婚礼浮空投影音乐会。因为九号音乐会票一下就提了了，馆长就先宣布伫咧九月初十暗时七点，搁再加开一场。这场出席的艺人有徐佳莹、炎亚纶、甲王若琳，两场都是免费提票来入场。那这第二场呢？我们对其他县市非常抱歉哦，我们只有否云林县的乡亲哦，在地的哈啊，无论拿着身份证或是学生证哦啊，只要带我们文官处哦啊这里实体所票了哈，那一张身份证可以拿两张票哈，那我们啊第二场从九月五号下午一点半开始锁票，全球首创哦，透过现在的 AI 的技术，把这个新的科技、新的设计来结合，让我们邓丽君可以重现月亮代表我的心，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本次音乐会运用了浮空投影的虚构人像，利用顶级的特效技术以及全息影像方式呈现邓丽君的风采，将会带来二十几条邓丽君的歌曲，并且邀请真侪位的知名艺人搭配外国语言进行跨时代对唱。我会带来两种语言，就是闽南语跟日文。对，那总共差不多四首歌。对，那最难的地方是因为要唱邓丽君姐姐歌，压力非常的大，要用不一样的唱法跟心态去做诠释，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我也下了蛮多的功夫啦。对，也希望九月九号那一天可以很顺利。邓丽君文教基金会执行长邓英嘉表示，这次音乐会虚构人像比以往更加真实，伫咧现场听就参像是真人演出同款。它是全球第一次 3.0 的版本办一个完整的演唱会，所以他以前从来没有，就是可能亮相一首歌，但是因为这次等于做了二十几首，其实成本也非常的高。那我们也很谢谢云林县政府的支持，所以我们也带来了很多的语言，因为以前只有做中文。那这次就会有英文、粤语、日文跟台语，因为其实邓小姐是一个非常会很多语言的国际的歌手。本次音乐会票九月初一下晡一点半开放提九月初九部分的票，九月初十这场是专属婚礼冠名，民众会当依照身份证或者是学生证，伫咧九月初九下晡一点半开放来免费提票，地点伫咧婚礼馆文化中心，每一个人会当领取两张的实体票，数量有限，领完为止。九号音乐会当日也有网络直播，欢迎民众共享成绩。记者林贵族差不多。